那我们可能还要先多做一件事情，哈，先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。那你会发现呢，上面有一个表格设计，这边有一个叫什么，把这个转换为范围的部分哦，哎，把它先按下去。那你会发现啊，这个范围呢，这个表格其实就资料表，它就会被转换为范围。那如果不是一个范围哦，那你如果查询的话，那会发生问题。那我先把这个范围哈，这个表格转换为范围，OK，好，那你会发现，当然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啊，它会先把那个什么，把筛选状态移除，好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，理论上如果再插入 vir 函数，那一样查这个邮递区号，然后去哪边查 F3，好，那因为我刚刚有定义一个邮递区号，好，所以你们把那个邮递区刚刚做完的正规化结果哈，贴到隔壁工作表，好，然后呢，建立一个名称之后，那我再把它里面的应该理论上第几栏呢？一二啊，第二栏哈，把第二栏资料带过来，啊，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就不会发生错误了，哦，所以将来如果你利用那个 vir 函数哦，可能还要注意一点，那就是那个资料哦，query table 来的资料呢，它会是一个表格，那你恐怕需要多做一个动作。就是把它改成范围，OK 啊，底下 range lookup 把它改成零好了。那我要完全一模一样的值，就是完全正确的，不要找接近的。那把它向按确定哈，然后向下填满，它就会帮我把它全部查完。那如果你查完之后啦，你才有办法利用什么插入枢纽分析表。这个时候枢纽分析表它会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，选完之后的话呢哈。一样就是会产生我们要的，OK，所以这边的话县市你就可以拿来统计的哦，哪个县市最多，然后按照县市帮我取，因为它是文字，县市里面是文字，所以它会帮我计算哦，里面不跟这样，应该是用电量才对，哪个用电量最多，所以哪个栏位是用电量啊？应该是这个栏位哈。这个售电度数当月这一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一个用电度当月哈，把它拖拉，因为它里面是一个数字哈，所以它会加总。那再来，我们最后呢，可以把它排序好了，因为我要抓那个用电大户哈，所以资料里面有个排序，那大的在上面，小的在下面，Z 到 A 一下，OK，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哈，最多的它就排出来了哦，台中、台南。高雄，OK，但是啊，不过我后来发现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，就是这边会有个 NA，仅 NA，怎么会仅 NA 就 not available，找不到，那为什么找不到哈？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想知道这里面有哪些资料是找不到的，点两下就可以了，它会另外再跳一个工作表，县市里面找不到，703西区，后来好像发现哈。它这个我们下载那个表格，可能因为18年前的资料，我不知道是18年前没有西区还是怎么样。它那个资料里面哦少一个703，所以哦，如果你假设哈，你要让这个 not available 就是不出现的话哦，那你可能需要多做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要自己手动哦，在底下看一下，里面应该是少一个703吧？我印象中有没有70？是不是为什么会漏掉七零呢？那你可能就变成说，你要在这边自己再补一个，好，插入一个这个七零，可以拿这个来 Ctrl+C 吧，然后把它 Ctrl+V，然后这边的话把它改成703，然后这边的话要变成西区，不然的话它还查不到。如果你补一个这个，那理论上 not available 就不出现。那但范围改了，所以资料里面的那个公式里面的刚刚那个名称哦，那就少一个，所以我把它再向下一个7371打个勾，OK，范围改一下。那理论上刚刚的这个 not available 哦，理论上应该就 OK 了。那目前哦，资料它没有更新，所以如果你要让它更新的话哈。你只要再到哪里呢？再到枢纽分析表，因为你资料有更新哦，它不会直接自动帮你抓，它那个暂存的资料它还是旧的，所以如果你要让它重新抓的话，很简单，按下重新整理，或者全部重新整理，那你会发现它就重新再去
找一下，哎，那这个地方应该井 NA 就会消失了，有没有？就不见了。他就把那个应该是西区的部分哦，就会纳到台南。所以刚刚台南是排在第三，是不是？我忘记，好吧。他就应该会再做一个调整。那如果你有这个资料，后续要再绘制图表哦，就比较简单了。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我刚刚比较重要的部分哦，就是把这个表格有没有？哎，把它抠过来，就是有这个正规化之后的对照表哦。那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哦。那主要呢，我是利用在云端白板上面的那两段哦，那个两个 sub 啦哦。所以，当然如果你有别的方式，或者是说一直卡关，不然你就拿邮递区号里面就是。哎，他已经有的来练习看看也 OK 了哈。那或者是说，如果你觉得我这两个 sub 哈，就是写的可能，也许你觉得还可以写你比较习惯的写法，你可以改都没关系，你可以改成你习惯的写法，哦，也没有关系的。或者是说，你假设你有别的写法，然后你觉得哎这个地方，哎，可以值得参考的，那你也许可以。把你改完的程式哦，也许可以再让我知道一下哦，也许可以哎，大概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更好了。当然，如果假如你写完程式，你第一个啦哦，你程式相对比我写的还复杂的话，或者更不容易理解的话，当然可能就不见得是比较好的方案了。OK， 或者你写完之后发现，哎。除了程式多，另外也反而不好理解，那当然可能还是要思考一下啦。 OK 啊，不过这个是可以有讨论空间。我前面有讲过，就是说程式啊，实际上当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。 OK 啊，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写法啊。